嘿、hey, 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亚一口甜甜的呀小铃铛，打个招呼。嘿、hey, 小伙伴们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，介绍我们的自然地图，是一张趣味小游戏地图，叫做刺客变身大逃亡。嗯，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们观看我们的视频记得点赞评论订阅和推荐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了，我身为游戏里面的主角，遭遇了你们这群刺客的刺杀，你们得想尽一切办法把我给弄死啊！哗哗哗哗哗哗，我们前后左右都要包围你，哗哗哗哗。哼，开玩笑，我现在可是鱼六七的状态，来呀、啊！还妖孽大闻天龙，什么鬼东西啊？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，最近大眼有点脑子有点可能需要去医院看一下。我还阿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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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。来啊，这个、哎、我掉河里了。这个小恐龙，你掏出武器来打我，打我呀！你们追不上我的，我告诉你们。你就是欺负我们是不是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们要是怀疑，我们要是师承名就的话，会武功的话，打死你了。什么叫师承名就？你们现在变身的那个角色在动漫里面好像是那个五六七的 CP。我是说现在的我们。只是一个小毛贼而已，连刺客都算不上。哎，摸不着我，你们跑步的速度摸不着我，你看。我们一群人追你都追不上，连个屁股都追不上，我的天哪！从小到大，我从来没有被这么多妹子追过，好开心。来了，休息一下再跑。我要反击了，我告诉你们。于是地中海。于是地中海。一打一大群，我们太难了。以气御姐，哟呵，可以的身手，居然还躲过我的以气御姐了。我们一群人回到了重生点，太难了。好，我又来找你们了。嗯，这个什么东西啊？居然敢刺杀我这个最强刺客，你们怕是以卵击石吧？我们不是以卵击石啊！冲啊！以气御姐，以气御姐，哼！果当呢？还想做坐骑？坐骑都弄死你们了！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小伙子，你再跳，来，再跳跳看！我居然刚刚没把他给弄死啊！对啊，他还是挺厉害的。可以的，小伙子，身手不错的。对啊，有些人还是武功还是挺高强的，不像我这种菜鸟一般的存在。不是，你们是刺客好吧？你们是刺客好吧？你们是要刺杀我的，怎么被我反刺杀？我都说了，我们武功学的不到家嘛，除了只会飞之外，屁都不会。你看你们这群刺客反倒还被我刺杀。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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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吧，我们回去找师傅重新学习。哎，我看你往哪里跳，跳来跳再跳再跳。哥哥，再跳，我有大胆的想法。啊？怎么了？你来刺杀我们吧。哈？也对哦。对不喽？你来刺杀我们吧，我们快跑。我来刺杀。分数的话到那个15分还是多少分结束嘞，哥哥？分数我看一下，现在分数，现在分数9分，九分的话没办法计算他这个。没有，你打死我们到十几分来结束。他这个分数会重置的。会重置的吗？那个往前跑的是谁？这个往前跑的，我就盯准你了。过分了，跳起来，我这个以气御姐捡不到他。哎，我怎么感觉我跟他在这个花丛中做了一点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啊？没有，并没有。你不能这样子。算了，刚刚那个妹子刺杀不了，我换人刺杀。这个在树上跳的跳的，这个是谁？是狗刀吗？顶上了已经。是，哎，你们怎么上去的？我们跳，我都说了，我们飞檐走壁的能力还是很强的。哎，
这个是谁在偷吃东西，还想偷吃桌子上的东西啊？学霸同学。还有狗当跟谁没被我干掉啊？我从树上掉下去了。树上掉下去，哪棵树上？房顶上掉下去了。房顶上掉下去了，哪个房顶？女人呢？又不是你出来吃我一招以期遇见。我跟木木酱两个在房顶上看月亮呢。哼，哎，是你们逼我的，轻功啊，快跑！以为我没技能是吧？哈，身为主角的我会没技能？哎，小伙子，哎，哪去了？跑走了，吓死我了！天哪，这是狗当吗？啊、狗当，再见，我又上去了，再见，拜拜，我又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世界。身为主角的我不可能没有轻功，我告诉你们。哥哥还有30秒，加油吧！太难了。哎呦，我发现你们找到了对付我的诀窍。你看，我要碰到你们使用那个什么以气御减的时候，你就跳起来可以躲掉我的技能。哎，是啊，我们一直在那个跳啊。算了，我不追张四，我换一个目标。太难了，世界真的是太黑暗了。哎，你们人哪去了？房顶这里有一个，好，以气御减。啊？我们输了。哎，没想到吧，反被刺杀，我的天哪，我们不适合当刺客。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你们下期再见，拜拜拜拜。